淋雨，洗完女生你会直接说到我家来看猫翻个斗，不会，会先约外面啦，创造一些先约外面两个人独处的机会，两个人独处机会，我介绍你，好，在大石那一带，下面题目请出题。意不意外？我一听，他回来，路过人间。哎，对呀，哎呀，对呀，哎，我们第一期有录的，哦，于可为来，路过人间，一起来，哎，会唱吗？哎，这个歌词写的很棒，出来唱，你出来，好感人的歌哦，感人，感人。快快抹干眼泪，看昙花多美，路过人间，无非一瞬间，每段并肩，都不过是擦肩。谁来射枪？你想瞄哪一个？冲冰狗来了，上面瞄25，25啊，25分那个，25分到十分，好，好，右上角25分，瞄好，瞄好，再把他嘴巴打打开，打下去。不是很难哦，好，25分，恭喜恭喜啊！请回宝座 ，OK 了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下得好安静，对，没有，那凝聚了。对对对，试试看，试试看嘛。会啦，你没有没有，这一般人，比如睡觉的时候，也会有神经传递。我可以，蔡你要的我可以。恭喜答对了，我可以。好，一起来演唱，我可以，没有谁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。两位男生怎么对女生示爱？我好像都还是比较含蓄一点的，含蓄哦，就还是有，还是有一个距离在。你要我不太敢，慢慢试探。你要喜欢一个女孩子，你要让人家知道啊。暗示他可能是没有，我知道卓一峰是那种客气的，就是说您好，能否今天与你共睡一张床呢？对，陆谦的门，能否与你一起连结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冷？方便跟您连结吗？问错哦，太含蓄也不行。对我比较现在女生啊，反正她希望你是清楚表白的，直球对决，直球对决，然后人家不喜欢你，人家也直球对决，对啊，这样就不会产生误解嘛，是的，不会误会啊，不浪费时间。淋雨，喜欢女生你会直接说到我家来看猫翻个斗，不会，会先约外面啦，创造一些先约外面两个人独处的机会，两个人独处机会，我介绍你，好，在大石那一带，大石，因为你说在外面约两个人独处，这个我是行，怪怪，你那间倒了啦，倒了倒了，好，那个威霆。没有，他很贴心，他不知道他是那种就是，比如说你生日还剩5分钟，他可能会说来一下来一下，有瞧瞧。是不是很不错？浪漫，人跟心都有了。对对对，好，遇到喜欢的要勇敢表白，对，要。